势力榜出炉，易烊千玺以七连冠。第二、三名竞争变化太激烈了。综艺势力榜又出来了，综艺主创社会影响力。明星们的争夺可是真的够强烈，由于每周综艺热度不同，明星的势力榜也会变化。但是易烊千玺已经七连冠，千玺凭借街舞综艺影响力也不断提高，了解一下，厉害了。